我们上面有六个气球，而现在中华军装年金修二，血汗长照、非典聘雇、超时过劳、前置劳权，以及国道收费员里面的吃掉原资。而我们今天在2016大选倒数100天的时候，我们有各团体代表点单位点鞭炮，象征打破这些东西。好，然后开展我们2016开启的公斗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各团体，然后来点那个东西，点绿色的部分。